八中午，河北抚宁县牛头崖镇对秦皇岛居士开市。是，哎，是这个执着哈，还是挺深的。哎，老想这个事儿，老反复想，想一想这个境界就起来了。您先见着了他。对对对。他属于魔境的。如果不做圣解呢，就是说这是一种幻境，这就好境界。如果说做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实有想，哎，确实有一种计较啊，那就是魔境。确实有一种计较的。哎，你要说是确实是机要，就是魔境；你要说是一种幻境，这就是善境界。啊，那我就赶紧就念佛念佛，因为以前进去过吧，他就怕进去哈，他进去不来，这念佛一会儿就没事了。这都有两年了，前年过年的事。是，所以说呢，有时候境界就得这么处理。啊，你要说不允许就有境界，它不可能的。你看修行过程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很重要一关。但是有了怎么办？就是说你不做圣洁，就是善境界；你做圣洁，做甚思想，甚思想，那就是魔境。就这么去。别不像，过去拉倒。就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幻境来的。啊，是一种灰尘变化，它就是一种善境界。这事儿就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对，如果你要说，哎呀，这游戏来叫唤来了，他点给我了，或者叫我干什么玩意儿，是真的，那就是魔镜。对。看一杀墙。对，看你怎么处理这个。哎，你要硬说没有，有境界就不对，那也不对，那个说法就偏到一边去了。你世上呢，你不可能老是白天，也有黑天，也不可能是不刮风，是不是？那你刮风下雨，那你都说。那都是不好啊，是不是？他有一个事儿，就是我那师傅就是实在是不送你两斤吗？来，我给你上学的时候那年不在，我给你上哪位师傅见闺女吧？我发现不念100遍的地藏经，念完了以后，我家小孩他爸就有病了，我就一直念了一年多，从去年4月份是上水源寺寺那个。观音菩萨成道日不是，后来我就实在是念，就不每天都念，就早晚课坚持都念。就总做梦，以前在那块死人或啥，我就梦见了一菩提心，我赶紧给他们打回向。就今天就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吧，我们单位死一个人，死了有半年了。那天晚上吧，突然间我就做梦，就在梦中哈，就是梦见他了，我就说，哎呀，赶紧的鬼，我就念阿弥陀佛，念，他就追着我。追着我穿那么农村那个房子，琢磨嘛，农村房有个那个窗户，我就往后倒，就往后倒。我说，哎呀，太阳出来了，鬼怕死呀，一下就醒来了。醒来以后我还着了，我说他不早死了，活着死了，才明白过来他早就死了。他当时我就特别，反正就是特别恐惧，以前就打那么多回响哈，就是死人也亲戚呀啥也没恐惧过，但念地藏经有时候白天念，有时候黑天念。就从那天以后，我特别害怕，就从梦中就吓起来，腿都哆嗦，完的。有不敢出屋了，就那样。从那以后吧，我这地藏经就是不写，我就发愿就念，就不给每个人都打回向了。说话这就是有上个星期，我们班上有个他爸死了，所以我就参加那个追悼会去了，不是？参加追悼会，晚上回去我就那个插着耳机是念佛了，念就有点睡着那意思，呜下又听到那个就是那个火葬场那哭声。我这么一抬头，把那耳机就拔下来，一听，哎，这火葬场的声音就见着了。这一下就脑袋里就有一个念，就像过去的心魔似的，能站着不在心里想，就在头上就这么想，就说你爸比我相处多了，那个他，你跟我女儿就是小时候我见过你，大了我没见过你。哎，这么一想，我说那这又是我自己心里见着，我就念一切有想今日须了。我这回我说上哪位置上师傅开始，像这个都是自己心里想出来的呗。这是因为都是我们心里产生的一种惯性。惯性就是想象久了养成一种惯性。啊，习惯啊。习惯性啊，所造成的。嗯。那我看那个不是台湾的有个那个菩萨那个师傅不讲法，有个大学生他的房价子他上寺院里去学习去了，学习以后他不是那地方都供的那个就是那个死人的那个就是那个骨灰吗？他每个里头都去看，你看
他看到一个女的就挺年轻的，她是这么漂亮，她是她要活着跟我那个就是交朋友的那意思就好了。从那天回去以后，他天天就琢磨，天天琢磨那女的就来跟他睡觉了。然后那会儿他妈就发现他那个就是越来越消瘦，就有病了呗，咱就让寺院里那个就是请就让师傅开示去了。师傅开示就说从今以后你就天天给他念心经，念金刚经，完了以后给他打回乡超度出去就行了。哎，突然间又砍着又砍个这个，地上他鬼还有那个女星通啊，不可能吧。那鬼啊就是自己创造的。哎，那什么是鬼呢？就是贪嗔痴过重，那就是鬼。贪嗔痴过轻，那就是天上天人的境界。别总的想着吧。万事万物都是自个儿心里所想，是和业力所感所造创造出来的。是吧？我这两类这一带吧，总是特别的紧。越念经的时候吧，只要一盘上腿，这气马上就往上涌，完了这个上面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一句话吧，都得喘口气，完再念。我也不知道是精神紧张啊，拘到这儿了，也不是打坐坐的毛病，反正特别不舒服。磕个大头，我每天都磕也一百多大头啊。一百大头还这样吗？天天磕大头还这样啊？我都磕了好长时间了。我上医院照相去了，他说的，人家的那个横膈，他是横膈也不横膈，人家都在正常人嘛，在第六个肋条骨上，你到了第七个上了。不，你是横膈几下降啊？我也不懂呢，我说这业障啊，是咋回事？反正我就知道我打坐啊，这姿势可能是背包走。对，像我们走。啊，哎，背点沉点包啊，然后走啊走啊，完互相就把那膈肌给撑开，还有粘连的地方。完了，对，你一磕大头是吧？就这块拧着麻花的疼，哎，跟家都有联系。哎呀，互相粘上了，像粘这块儿似的。啊，对，啊，这个连接了。对，所以你来回背点东西走，啊，经常的静静走一走，时间长了也就。来，那包它来回晃荡，它身体往前抢一下子，包往后拽一下，上来回拉一拉，哎。这块对着我吧，好像都有点这个空间了。这个一伸开以后，它就抻动啊，所以说总这样。你再照相看一看，再背着包走一走，经常静行走一走看一看。啊。嗯。这样的话，容易把这膈肌就拉开。那我现在上课，我都愿意那么。单腿盘子那么上课，完真轮师傅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呢，你就别盘腿人上课了，有关系吗？还能再发展吗？我倒是不怕，反正他不气不够用嘛，我也使劲练。你现在站着上课行？站着上课是吧？对。啊。别老盘腿，因为已经气不够用了，你盘腿完了再往后的一歪了。真轮师傅倒说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吧，那你去吧。他说我这个道场刚建立，腿脚也没那么大力的，说你上那个海城吧。那大不寺那儿就说您的名字，我说我知道那是我皈依师傅，他说你那儿上那儿去吧，我说等我有机会去，我说问师傅，我说这一开始我没注意，就说他一打坐，哎，我说气儿怎么到这儿了，完了一点一点我没在意，他就好像就都扩散了似的。是，另外你就是打坐的时候千万别观察气到哪去。哎，我就说，哎，我说气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我你把。你有时候就观察这个气还到哪去了，有时候 啊一下到这块了，一下就在这儿坐病。是吧？他是这个意念力，这突然就到这儿了啊！去年更厉害，去年就这地儿，是都冒泡。是，另外你别生气，打坐的时候别生气，老生闷气儿去打坐就不好了。是爱生气，我不好说。就搁心里憋着。我们那家的老头生气，因为上大悲寺可给我生老鼻子气了。这回他走了，师傅。他走了，自个儿上山上去了。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打坐的时候生气别打坐，你一打坐就把这个里面就伤了，伤了以后气就上不来，哎。我一生气越生气越想坐了，啊，那不行。我也是一有点气，我干脆自个儿坐去吧。上佛堂啊，就坐那生闷气儿，闷着，最后气调不开，这里面一等到你这个气想到哪一块，走到哪一块，一下就在那就坐病了。啊，去做病。我就说，哎，我还有气，你到这儿了，哎，整个是到这儿了。对。完，现在扩散的这都是，他这有的都到后背了。所以背个包走挺好。啊。背包走啊，那多走个一天走个
十里二十里的，完了心情也愉快，是吧？完了就精神也分散了，本来包这一抻吧抻吧就打上。没抻点。哎，我这一天不出屋，那不行。是吧？对。好。我有问题想请教你。原先我们刚搁东北刚过秦皇岛的时候，跟人在一起就合租房子，合租房那时候嘛，我是吃素，然后吧，就家里刚开始就来了几个，就是蟑螂，我也不太明白呀，因为蟑螂可能是饿吧，我姑娘吃剩的方便面的渣啊，我就给他搁去蟑螂常出没的地方，我说你们饿了就吃，后来好像是有吃的吧，就越招越多。然后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做，一点就送那个，就是搁佛前求愿护法，就让请他们签单，然后也不签，越来越多。跟我在一起不合租，有个女的刚来，跟我们刚过来，我们合租房子嘛。完，她就是蟑螂特别多，她吃葱，我吃树嘛，就进我葱房。完，那葱里边葱叶里边蟑螂都爬那儿嘛。完，那特别反感，她老哭。她说这信佛不能养蟑螂啊，怎么回事？蟑螂地下有一个，她就踩。踩了后来我姐带我家，也挺难，那持续将近两个月吧，我也没杀，没胆药。那后来我也不太明白呀、啊，他们告诉我说的，你给那蟑螂啊，给它整两个大的，给它放门外面，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是人类，你们是动物的，请你们签单。我也不懂啊，我一看到了，我就轻轻的一个籽就出拿出两个就放门外面，完这样越来门这就多，好像就跑别人家嘛。完整个这楼的蟑螂好像不知道是我传播还是自来就有，不明白。完就特别多，家家都胆药，胆药就都来问我了，说你家的胆药一家不清，整个楼没有一家有，还得串呢，也不行啊。我也不敢说，他没有，就说没有。我说你家怎么说怎么没？后来他越来越多，这女的跟我租房，这女的不同意了，说这样说得买蟑螂药钥匙，完我就不同意就起点摩擦，他也没要。后来我姐在我家给我带孩子，我姐说你不买我买，那他就买了一瓶，就是那就像那矿泉水，就买点那敌敌畏，敌敌畏就放假。我当天回去我看了，我说不行啊，因为我得工作，我说不行啊，不行。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完我也没把这个药主动就拿走，我就说不行啊。也是就是大大咧咧的，完第二天回家呢，我姐就把药就是全撒了，撒了这蟑螂就是哎呀死老多了，好几只。然后就感觉我就是身体，完我姐也总有病，完我也总有病，就胃这总疼，后背也疼，就直不起来腰。然后心里总也放不下，总感觉到就是特别害怕。完一方面感觉好像挺忏悔的，当时没就是说没把这药就是给扔了。完一方面觉得就是。特别害怕，总害怕，我不想给蟑螂立牌位儿还是怎么办呢？不知道。完，我总放生，那也感觉心里总恐惧，好像放不下似的。是，多忏悔。本来这个蟑螂啊，死老鼻子了。你看和你挺有缘分，对吧？虽然是不是你杀的，但你制止不及时也有关系、那当时我没把那药就给偷了吗？对对对。另外那个蟑螂的多不要紧。你可以收集起来哈，放点食物可以端到外面去，就可以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不死那么多。你看，就帮着操吧，多放生功德回向给他们。那怎么说？就是普回向，愿意死功德，还是专门回向蟑螂？你怎么都可以。怎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师傅，那个夏天点那个蚊香呀，算不算杀生啊？算呐。那也是，他们说蚊子死不了，就是给熏跑了。那熏人你就尝啊，也是不愿意是吧？我咬的有蚊，他们说那不算，他说那杀不着他，他只不过是踢到墙上了。不是贴墙上了，他也是那身体要的，他不就死了，是吧？迷糊糊的不也就死了？不能点那些东西，就是说。蚊子你可以定个蚊，就是那个纱窗啊，隔或用什么东西啊，对，你可以做个网，把蚊子套那里，完再放到外面去，这都可以。那你有时候它落着哪儿了，就一打就打死不着了。那你打它干嘛？就吃点吧。有时候不自觉的。是，还是背心不足，主要是背心不足。那你说上庙上就写超拔树，就总写超拔树，然后写就是好像就是亲戚写吧，然后朋友或者一些就莫不相识的人都能想起来，那样也给写吗？他们有的时候可以写，可以。这越写越招越多。不是越招越多，因为我们造的业太多了。
说亲戚朋友两帮四人啊，你都给写上行，愿写就写，你不愿写就普向那个所有的众生也可以。啊，普向所有的众生。对，普向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就完事儿。嗯，那个我老母亲嘛，她现在能有八九年之前吧，她就得了一个，就舌头疼，她总是舌头疼。完自己呢，她信佛，她也特别虔诚。现在在家这几年都是也能有五六个小时的修行时间，就是天天诵经啊、礼佛呀。完了现在是差点，不过还是疼，怎么没有诵什么经呢？比较好一点。舌头啊。啊，她就舌头疼，她脾气挺急躁的，感觉。那你送个地藏经看看。哎呀，他要送地藏经特别长，他送不了似的。他一送地藏经，他就犯困。他现在送一个，送一半步半步，半步半步送哈。过三分自己三分自己送。他现在人家送那个宝切印陀罗尼，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送地藏经。哎，那好。不是，谁来找你就给他单独回向，不用这样的吧，就打回向就可以了。他来听经来，他就发菩提心呗，是应该这样的吗？你可以送送《金刚经》啊，《心经》。《金刚经》我今年都送了将近七年了。七年啊！啊，从玫瑰一那儿就开始送。你送我那个《楞严经》。《楞严经》就《楞严咒》跟大悲咒可一样，早晨送。送《楞严经》。《楞严经》啊。《楞严咒》和《楞严咒》。《楞严咒》是没听。看看《楞严经》。看《楞严经》啊。现成，在哪去买去？不老在一个地方，要不他老抓了，老等着卖。专门卖这个。对，然后守不住戒怎么办？守不住戒啊，那使劲守呗，多忏悔。不能守不住戒，那戒多好。吃肉咋办呢？他受不住。哎呀，人那个肉再吃多就不好了。再吃多就不好了。对，因为这个肉，这个你好好思维一下，这个肉的害处太大。你吃别人肉，别人就将来吃你肉，哎，都是一环一报的。另外还有，这是果报，你还有一种化报。化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你比如吃腿上的肉，我们腿疼；吃腰上的肉，我们腰疼；吃脖肉，脖上疼。哎，吃哪疼？这是化报。等到果报呢，你杀人家或吃人肉，你拿人一斤肉，你得还人一斤肉。啊，所以说这个果报是很重的。再说的你，我昨天跟大伙儿讲，你像那个吃牛，那牛长肉净吃草长成的，那你何必还得吃牛肉呢？直接吃点蔬菜不一样，是不是？哎，嗯，这有时候人的嗔恨心大了，他就爱吃肉。那，并不是人非吃肉不可，是嗔恨心过大，业力太大，就才爱吃肉。你看心里信佛以后，要心里特别清净的话。马上就吃那些东西受不了，就一个吐，一个排泄出去，另外一个恶心，哎，所以说我们对肉还有想法，就说明我们的心里还不清净，哎，还得多诵经。手戒都四年多了嘛，从大悲咒手戒了。那我那块手戒，我稀里糊涂不也就瘦了？瘦回我吃全猴素，我们家那不是不干吗？你要是吃全猴素，你干脆你就出家，这家没法过了。后来正赶的那时候，不是七姐家来个智眼师傅，他五明佛学院的嘛，正好赶上那两天他来了，我就问他这个，他开示了。他说你那个吃吃斋，他愿意跟吃不？我说他吃吃斋他行，如果是出全猴素就干脆就别过了。他说那你就随着他。那就开始吃吃斋，吃吃斋。现在呢，他一开始不愿意吃斋，我吃吃斋，他还吃别的。现在他也跟我吃吃斋了。另外以前他也钓鱼，完现在也不钓了，鱼竿也绝了。人招呼他去钓也不钓了。那现在还是没有吃千猴素，在他不在，我尽量就是吃素。那这咋整啊？你说？再进一步提出条件。再进一步。十斋日，这个二十斋日。是是啊。再提呗，那玩意儿一点儿提呗。对。那现在他是，他以前他一点儿都不闲。从那回我不进去，不他不跟我上大理寺去了一回吧。现在回来也挺虔诚的，不像咱那就是天天拜拜，他心中有佛，不像以前了。嗯，那是。啊，吃斋也吃了，也不钓鱼了，也不要活物了，出去吃完印头啥都不要活物了。嗯，所以说你这两年也不去了啊。去。
就两年没去，我去年我妈有病，我回家两个月，那八月十五没去。今年那谁那个正好那两天有事儿，我说去一去，没去了，明年肯定去。两年没去了。我这两年不去，师傅方不认识我了，还认识我吗？能不认？去，他说他土的修皈依去嘛。师傅，你这些弟子你都能认全吗？哪个都不是我弟子，都是佛弟子。不是我的。确实。嗯。两年没去，师傅都知道。这两年没去。是两年没去。今年没有，今年原来我家里有两只小耗子，我没理它，也相安无事。原来家里边有两只小耗子，我没搭理它，反正它也不管我，相安无事的。后来五月份前后，我休了十多天假，去了一趟云南，把小耗子关在房里了，回来看到它们饿死一个。另外一个也饿得快死了，就围着我转圈，在厅里边转圈，喂东西也不吃，过两天他也死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把诵经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但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将来再看吧。他不找你麻烦呢，那就啥，所以说那个有时候耗子啊是很通人气的，很通人气的。就是像那种处的那么好，走时候给点食物就好了，是不是？你买五十斤粮食够他吃一年的。好。那我要说耗子啊，这又说的又话长了。这我们的工作不就防疫站吗？那每年就到十一月份，就是出去热天热，就去必须打耗子。有一年我还打了一只耗子，我去了三年吧，去三年我尽量躲得不去，人家都不愿意跟我在一个组，在一个组就打不着耗子。就那一年打着了一只耗，我回来有个闺女说：“哎呀，弄得我好长时间，真腻歪。”正赶上那两天吧，总经理他家就来了个师傅，就问他咋整呀？那你不工作也不行啊。然后来他说：“那你就给他诵经打回向皈依三宝吧。”那就这么做的。反正到现在我心里忏悔。再两年，去年没去，今年又到十月份又开始下乡了。他就是出去有点接着，就在个国去弄耗家去。哪个耗家抓着耗，你就给他放了。不，那个那个放耗家都是那样，我们在旅馆都住，咱到那个汽车开的那个庄里都好几十里，咱上住户的野外放完了以后又上宾馆住，第二天早起早上起来去求耗家去。这么多年没打着过，就打着过一次。所以说呢，你还得想办法，悄悄的。过去有那话，衙门好做事，好做事，就是在衙门里，就是特别职务在那块儿，虽然是做这个事儿，暗中得救护他，暗中想救护他，或是念那个准提咒，念准提咒，他们谁也抓不着。念准提咒。准提咒啊！凡是三年，他们是谁不愿跟我一走，跟从那我一走，那个没个档案号了。后来领导还说下好家下的不对，横的竖的了，不回下哪个这个的都说。那年就去了，完了以后就是正好我们那组就打到一号，还是正好是我下的好家，我都记着呢。我下那好家都特别牢，一般他都号跑了，都带好家走了，他也打不着。那回就正好打一只号了，然后再给我腻歪的，完师傅说了，下回尽量就避免，那就给他皈依呗。另外你把那耗夹子哈、下完了中间隔棍儿，他下牢了一般就打不着，那回不是咋回事，下的牢了他一般耗刨了还打不着。对，下的那个中间隔个洞去，他一打那个把那个隔棍儿把棍儿打到了，那耗就跑了。那个创造条件啊，创造条件。我晓得，我每年去他也没打着，就那回打着一只。就或是念准提咒都行。啊，准提咒啊。准提咒他就砸不着，嗯。有回要是那么多好家，一百多好家吧，有一只还上了缸了呢，缸特别高，反搁着那缸，哎，问谁没往上搁。好家都给挪地方了。是。闲林。嗯。啊，也不敢挪。
我那啥那个以前吧，我那个五音念佛，我已经都发愿了。那功夫那个我得到那个录音机的时候，我就发愿五音念佛了。我都那已经那个发愿了，那我要不如果不那么念的话，可以不念佛呀？嗯，你不念念什么？就是五音的念佛法啊。对，就是普通念佛就挺好。你要无意念佛，连唱带花道，弄多费事是吧？就普通那么念就行。去了之后吧，然后我递了那个什么地藏经去的，就特别赶上念地藏经。念完地藏经完，头天晚上嘛，完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就是满那河，就是那个黑龙口那个水库里头，那个水面上全都是鱼啊！一大早上起来，全是鱼，就在那上面飘着都，就活的都在那，好像有队似的哈，他们飘着走，全是那样式的。我说不知道咋回事儿。是你念完地藏经以后啊？啊，就是我头天晚上念的，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那样式的，就那个好像那鱼好像不在水底下待着啊，他们钓鱼的时候不都是在水底下待，完他们就钓。没办法，就给你念那个什么。念准提咒，他就钓不着了。念准提咒，对，那也挺好使。哎呀，他们就总那个开车出去念他，就总开车出去钓鱼去。完了，你说吧，总招呼我去。你说我有时候不去吧，他们还觉得挺扫兴的。完，我寻思你可以就请去吧，正是。最好不知道哪个对的。